只要我练得足够好，他让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他根本就不在乎。这么多？多虽多，但是以公主的财力，定是买得起。这回忆也太贵了，我好心疼啊。后悔了？不后悔。 只要能创造属于我们新的回忆，这点钱，本公主愿意出。好了，不用你瞒。我的救生玉告诉我，如果我不花这钱，你以后肯定又要说我小气了。我可不想留在什么把柄在你手里。真的不必，因为我已经有毒属于我们的珍贵回忆了。真的吗？那你会说话。 就多说一点给本公主听听。就比如，你咬牙切齿，在金钱与我之间选择了我。这若换做从前的话，我定是见不到你如此选择的时候。小孩子才做选择嘛，钱和爱情，本公主都要。 公子别练了，您在这折磨自己这么久，只是想让他多看你一眼。可是他呢？他跟八公子已经单独在外一整日了。胎儿喜欢干，不用管我。别练了，已经舞得够好了，不够好。胎儿他喜欢。 再毫无放线，再大开大合线，只要我练得足够好，他让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他根本就不在乎。果然是八弟有意为之，怎么，失望了？